K2 在全世界的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里面，它的高度仅次于圣母峰。我们可以跟着会冒险的人去冒险，在他的冒险的经验里面，我们透过他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的眼睛也感受到震撼。上面是 K2 啊。K2 现在在哪里？山谷里面，底下有看到露出他的身体了。前面这两个是神人啊，然后我是代替平地人一般人，代替 K2 发掘团队，代替所有2000多个募资者。虽然只看到 K2 的身体。你们要加油啊，看起来难。这是渺小的一天，也是伟大的一天，期待已久的冒险。目标是山的顶点，面对所有的考验。I know I'm not afraid。 空气稀薄了点，意志力却很坚决，大声唱激昂的进行曲，勇敢的往前。这个就是 K2， 真的很陡，陡到一个靠北。我来自的岛屿，岛上住着我勇敢的母亲，壮阔的海洋和山林，是他们给了我勇气。我追寻灿烂绚丽的生命，像暴风雪后满天的星星。6600的 C2， 人生登山就是这样啊，该等待就要等待，修炼你的耐心。语言上 C3， 再待一个晚上，明天一早上 C4。现在高度海拔8000，风呼啸过我的耳边，心跳和呼吸，我能清楚听见。岛上住着我勇敢的母亲，壮阔的海洋和山林，是他们给了我勇气。来自台湾攀登史上历史性的一刻，来，因为我们要干嘛？我们现在在从 K2 的第四营准备去攻点了。好哦，在明天天亮的时候，世界会不一样。想起了爱人清澈的眼睛，等我带着故事回去。我望着 K2 的山顶，我们一起到过这里。各位观众，你们眼前看到的就是平静，还有 K2 的山顶，最远方最高的那边。